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teve and I'm from Turkey. We have a driverless metro train which rolled off production line in July last year. It was developed and produced by China. I have heard that driverless are used now in Shenzhen. Today, I'm going to try it. I'm very excited. Let's go. 现在我先用手机叫个车。 因为现在无人驾驶汽车是在试运行阶段，所以它可能相对有一个固定的站点。我们选一个离我们最近的站点，就是城市会馆，然后再选一个下车点，就是深圳市大使馆吧。好，成功，然后坐了，来了。 你好，手机尾号是0731。对，欢迎乘坐无人机，自动驾驶，请扫一下二维码。可以了。你好，欢迎乘坐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我是您的自动驾驶乘客。我很好奇，为什么无人驾驶汽车还有人？ 那我不是驾驶员，我是安全员。根据目前的法律和安全的规定，自动驾驶汽车还是必须配备安全的。我们一般不会接碰方向盘和刹车油门踏板。像如果我们前方有车辆发生违停的，我们自己车辆是不能变道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接管这辆车辆进行变道。 其实这个是真的很棒，就是现在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我们现在走的是哪一条车道。我刚刚看到的前方有一辆车，它冲着我们来，这个车自动的停车，我就问安全员：“你是自己动了那个踏板吗？”他说：“不是，他就是自己停车了，大概有5米的安全距离。” 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下车点，然后整个运行过程中，无人驾驶出租车它都会按照路的指示灯和状况来进行快速的反应，而且它一直保持非常平稳的行驶，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棒。我们现在就应该下车了。 无人驾驶汽车除了可以让我们体验高科技以外，还可以让我们游览这个大使馆、留花山、改革开放等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带你们去看看无人驾驶汽车幕后团队，走。Hello， 云浩，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 庄山宇是无人驶的第一个做研发的医生，他和团队在远程监管室对路面上行驶的无人驾驶汽车做测试、收集数据。Steven，这边是我们一个公司大的一个展厅，这是一个车顶架的样子。因为有了这一套设备，即使在下雨天或者是晚上，我们的车子都能够正常的在道路上自动驾驶行驶的非常正常。对，我们往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 整个监控室，哇，Steven，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整个调度和监控中心的一个界面，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的监控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车辆的实时位置，并且以及它当前的订单情况。那边是对这个司机的一个状态监控，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个安全，司机他在车上其实主要也就是为了我们保障无人驾驶车辆它的一个行驶安全。 这里是我们通过5G远程接管的一个界面，这个同事他其实就可以远程操控这辆车。他现在就可以操控外面的那一辆车。是的，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车辆它的前视、左右，还有后面的这个视角，都可以在屏幕上实时更新。对对，下面的仪表盘主要就是我们远端对车辆控制的一些信息，其实在这里都有展示。你看那个绿色的圈，它是驾驶员踩的这个油门踩了多深，这个其实是一个 5G的现实场景的应用，5G在这个过程中也对网络有了很大的提升，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很清晰的，就是感觉是外面一样。对，OK， 我们现在车子靠边停车吧。哇，现在已经完全停下来了，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非常的有未来感。
driverless vehicles the cutting-edge field of the future industry. Shenzhen is ahead, and Shenzhen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are ahead. I believe that Shenzhen will enter the area of driverless in the future.